哎，你跟老顾一个小区啊？说，是不是他怕你来专门套路我呢？谢总，你这个脑洞比我当编剧的室友还要大。我也是搬过来之后才知道，我和顾总是邻居的。你们还是邻居？嗯。哦，对了，谢总，我为了之前合同的事情和您正式的道个歉。你也知道，顾总他平时就比较严格，你就比较什么？ 比较好糊弄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一个小职员，我怎么敢糊弄您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您比较平易近人，比较体恤下属，您人帅心善，所以是绝对不会和我计较的，对吧？少来这套。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之前套路我的事，不过你得告诉我。 你到底有老顾什么把柄？谢总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先走。啊！狗狗狗狗狗！狗狗狗狗狗！它没关系，它很可爱。谢总，原来你怕狗啊？ 我才不怕，我怕它弄脏我衣服。怎么会？你看它这么可爱，你看它多乖呀，一点都不凶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妞妞，妞妞，妞妞。您的真命天女会和天敌同时出现，并且会拥有仙人掌。 光下你的笑脸，总是会吸引着我。犹犹豫豫的那些春花，怎么说才会甜？原来匆匆的脚步之间，兜兜转转几遍，一定就是上天的安排。